起，霜雪不完悲与喜，飞花醉将断戈壁，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鸿鹄展翅苍茫只须臾，无所谓名歌错纵不惧，破天际渐渐此刻谜题，起落观景里蜕变出浩瀚勇气，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行万里。少年梦逐乱如常，云长心卷可年轮，年华未曾遇伤痕，敢闯荡才算人生，方寸剑棱角激扬青春，擦拭过岁月风刃，天涯凌云尽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人屠叶小英。嗯，岳大将军，什么风把你从天启刮到这儿来了？哼，贺兄，你以为我想来你们雷家堡啊？啊，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和你们扯上关系，可是我女儿好似在你们这儿，那你说我该不该来啊？阿爹，闺女，没受重伤吧？那就好。她是叶小英的女儿。你怎么不早说？你喜欢他？闺女，你在雪月城说的那个人现在如何？楚河身受重伤，正在堡内疗伤，能否得救就看今天了。你们遭遇了一路追杀？我送回将军府的情报被泄露出去了，是我大意了。哎，无需自责。走。小子，我刚才就是想试探一下你，毕竟是故人之子。不过你没让我失望。话说起来，你刚出生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见过师叔。好，走。叶萧英此时前来，绝不是看女儿那么简单，她是冲着里面躺着的那位来的。啊，师伯的意思是，他带这么多人前来，到时候只要他一声令下，这些人闯进雷家堡抢人，我们根本拦不住。我拦得住。萧瑟，萧瑟，我不开门，都别进了。雷无极，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只是想看看萧瑟有没有事。这还是无心第一次对我这样。里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呀？这便是回光返照，连功力都比平时长了不少。这应该就是三日丸的代价，他现在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会在瞬间涌出，这股力量能在一炷香之内所向无敌，但是一炷香之后他就死得不能再死了。剩不了多长时间了，先制住他，随后打通他的隐脉，卸掉他所有的真气，此后他将终身不能习武，甚至连走路都成困难，这是唯一能救他的办法。终身不能习武，我希望他不要怪我。
罢了，我也曾化去一身功力，却得了大自在。继续吧。住手！你们都让开！这客栈名叫官场，却离海这么远。客栈又这么矮，别说官潮了，就连潮声都听不到，真是名不副实。 你那说的，你那雪落山庄四面漏风，屋顶破洞，外面飘大雪，里面飘小雪，那倒是真能名副其实的寒冷。比起大半年前的雷师弟，这不仅剑法精进了不少，嘴上的功夫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哎，那毕竟静默着黑吧。我有点想我这雪落山庄，那倒是，也不知道倒闭了没有。哎呦，开个玩笑呢。 哎，对了，我听珍珠姑娘说呀，这个时候的鱼市是全年最热闹的时候了，咱们快走吧，我带路。啊，雷公子，雷公子，这儿，这里，珍珠。哎，哎呀，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萧瑟，唐莲。你说的那艘船，我帮你打听过了。 是青州来的大商船，要入深海巡要，此次出行要招募整整60人，行程4个月。4个月啊，这么久？所以一开始吧，大家都不愿意去。不过穆家说了，一个人给20两金子。这可相当于我们普通渔户十几年的收入，而且先给金子后上船，大家都去应招了。现在有多少人被招去？老板，嗯，据说一上午只招募到了2-3个人。2-3个人。 是什么样的招募？是看浮水打鱼的本事吗？他们就在前面，要不我带你们看看去。啊，走走走走，走走。就是这儿了，雷公子，我先去打鱼赚银子了。哎，哎呀，这什么声？看起来好凶啊！是金线兽。 此蛇剧毒无比，它的毒液提取出来，便能解天下蛇毒，所以在北黎市分珍贵。一杯毒液便能卖上近百两银子。哇！我知道这船要开去哪儿了，是三蛇岛，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金线蛇。 这是捕蛇人，又叫蛇手，他们的衣服上撒有药粉，能够驱蛇。 哎，你看，好了，考核未通过，涨铜钱30，离场。就是这个。还有人想试一试吗？我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们打鱼还行，这打蛇根本就不在行。这穆家真是鸡贼，自己有钱没胆，就花钱买别人的命。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穆家，那穆家不是什么好东西。此物不可驯化，留不得。慢着！一人姓梁，是幕府的管家，方才人群骚乱惊扰了金线蛇，才差点误伤了几位少侠。 请各位看在金线蛇培养不易的份上，刀下留情。话你都说完了，我能不留吗？等等，刚才我这两位同伴的功夫，各位都看到了。请问我们是否通过了考核？这个，看来还是不够。刘无杰，哼，少侠这剑，一看就是把好剑，想必身手一定是非常了得。 如若各位能够加入，对穆家此行将会大有注意。少主找您，真是缘分。我们当家的也想见见各位少侠。萧楚河，永安王，永耀什么激动？为何不能如此激动？现在想把我们扔下船来不及了。你就是那个为琅琊王庇护而甘愿获罪。
丢掉皇子身份流落江湖也不肯回头的尤安王。好，太好了，我听闻你的故事很久了，我很欣赏你。世俗所论，我乃获罪之人。哼，你可知那只是世俗所论，琅琊王是何人，怎会谋逆？书上没有这样的道理，这天下间更不应该有这样的荒唐事。我只恨无法与你并肩站在一起，去论一论那公道。你果然是财主家的傻孩子。穆公子，若你上岸之后遭人刁难，去找金衣蓝月侯，他会帮助你的。金衣蓝月侯也是妙人。好，我记下了。来，先喝酒。此酒名秋露白，乃是帝都天启碉楼小筑所酿，据说只有每月十五那一日，他们才会拿出三壶来招待贵客。就算是我们青州穆家，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弄来了这一瓶。萧兄是皇族之人，想必十分想念这酒吧。哦，穆春风，我好心提醒你，你知道萧瑟的身份，你想要表忠心攀关系，这些都没什么。但你应该先问问他想不想当皇帝，小心又看走了眼。想不想当皇帝又如何？我是个商人，你可以怀疑我居心不良，但绝对不要怀疑我眼光不行。哎呀，此酒名寒潭香，乃是男爵洛香城的名酒，酿制之后藏于百尺寒潭之下，一年后取出，味凛冽，还有淡淡桃花香，比起这秋露白更胜一筹。寒潭香确实是不可多见的佳酿。哼，你们不大爱喝酒吧？爱喝，我非常爱喝。那你们平时都爱喝什么酒啊？风花雪月虽然绵柔了些，却是最常饮的酒。不过不同的节日该饮不同的酒，桑洛、新风、屠苏，都是好酒。但是最好喝的还是那七盏星夜酒，只可惜能喝的机会很少，偶尔蹭一蹭三十尊的光。你能喝到七盏星夜酒？嗯，我也常喝，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呀？我觉得不如风花雪月好喝，太烈了点，不够甜。你是不是忘了我师父是谁了？哦，嗨，来，喝酒，喝酒。萧兄，敬诸位。好香的桃花味儿，酒不错，确实是好酒。堂兄，春风也是好酒之人，不知此次回到北黎，可否带春风喝一次那星夜酒啊？啊，实在惭愧，最后一坛酒，上次被我们几个偷偷给喝光了。师父在外出云游，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要醒来，还是沉浸在这场大梦之中？我想活在你永远存在的世界里。我等了很久，就是为了这一天。傻瓜，我已经死了，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我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梦，死后才是大觉。我们终有一天会再相逢，但不是今天。你该醒了。不，我不要醒，喝了孟婆汤，醒来所有的事情都会遗忘，然后那一天是新的开始，多好啊。我曾经也是那么想的，但当我再次见到你，我不想醒来。这个世上
有一个百里洞君，没有一个百里洞君，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要说那些任性的话。生是大梦，死是大决。我希望你不要后悔。劝我不要后悔，你可知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后悔。我没有忘记。为什么？我全部都记得。难道传说是假的？师父，师父，唐莲，你怎么会知道如何来这里的？是三师尊告诉我的。师父，现在情况紧急，萧瑟他们可能会有危险。萧瑟，你是说那日来雪月城那个萧楚河？哦，他想医治自己的损脉。对，可是墨衣，墨衣入魔了，入了鬼陷阱。我本来想替他去魔，可是他却先骗我喝下了这杯孟婆汤。他入魔了，那我们现在必须得立刻赶过去。除了萧瑟，还有千洛、雷家堡的雷无杰、叶将军的女儿叶若依都还在外面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就你们几个人也敢来这里？弟子唐突了。师父，这是谁弄的？墨衣吗？是。几块破石头就把你拦住了，真是没用的徒弟。的确是弟子没用，真是石头一样的徒弟，开不起玩笑。看什么？走了。大师兄，找到了吗？没有。期限已到，我来取我想要的东西。你要什么东西？你。我。就是你。萧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问吧。那一天我们在雪落山庄相遇是巧合吗？确实是有些巧，就像是被安排好的一样。雷无杰，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将来吧，有机会再告诉你。二哥，你发现没有，剑正好像瘦了许多，脸色也有些苍白。哦，你好像什么都看不到啊。祭祀大典之前，剑正自然要操劳一些。两位侄儿，你们在聊什么呢？啊，说剑正最近没有休息好。哦。啊，老朽多谢王爷关心了。祭祀大典，剑正辛苦了。职责所在。
老七啊，你这衣服不错呀。皇叔喜欢，那我现在就脱下来。哎，你这衣服太花哨了，皇叔穿不合适。哎，叶笑英呢？怎么没来啊？皇叔，三军主帅可以不参加祭祀大典。我听说这叶笑英都做好准备要来了。明白了，看来今年的龙峰卷轴又没有了啊。国师，你看我这又失言了。嗯，我什么都没听到啊。父皇，父皇，皇兄，圣上。经过太医院的诊断，圣上是因为突发心悸而导致的昏厥，虽然暂时不会危及性命，却也一直找不到根治之法。这三日，圣上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其见证来过三次。圣上一共就清醒了三回，就下了三道旨意。第一道旨意，由蓝月侯和太师董柱共同监国，通关北离上下所有事务。这第二道旨意是天启城封城一个月，所有二品以下文官不得进出，二品以上所有军官不得离府。这第三道旨意则是一道密旨，是由掌印剑景炎公公亲自送到叶笑英大将军的府邸。叶笑英，看来这次父皇病得真的很重。此话何解？父皇那三道旨意传到朝臣的耳朵里，则是代表了三个意思：托国、防乱、镇人心。父皇的用意太过于明显了，但是这么明显的用意，虽然暂时能够压制住一些人的异动之心，却在另一方面暴露了他病重的事实。将军，怎么样？这几日，咱们将军府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吧？但不管是明还是暗，将军府都没有让任何一个人进入到这里。既然是密旨，就应该悄悄的下，弄得几个王爷都知道了。咱们这个陛下呀，怎么得的心机？就是因为心思太重。23年前，你们的先祖护送圣上，一路杀到了泰安殿。在那场血战当中，有很多人战死了，但是他们的荣耀却留了下来。这种荣耀流淌在你们的血液当中。我问你们，你们是否愿意为纵马归城的永安王闯出一条血路？吾等愿意。好，众虎贲狼听令。全军准备，半个时辰之后出发。是。记得你，雪月城的雷无节。错？哪里错？我又不是我那个笨蛋师弟，我记性好得很，见过一次的人一直都会记得。名字是对的，这称号错了。
哦，你离开雪月城了？那倒也不是，此行我不是为了雪月城而来。天启四守护，列东方位，青龙。天启四守护，我小时候也曾听说过一些堪称传说的故事。青龙位，那是剑心有梦的心愿。你手中的剑，应该就是位列天下名剑第四的新剑吧？那你更应该庆幸与传说一战。不过，在这一战之前，我有两句话想要送给你。这第一句话，同样是使枪的，你不如我千落师姐许多，距离我三师叔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还有一句呢？这第二句，同样是大师兄，你不如我大师兄唐莲甚多。就这，你们无双城还想争夺天下第一，还真是可笑啊。列阵。我最讨厌就是列阵这种东西了。曾经昆仑剑仙说道，这剑是孤气，剑是孤独的，剑客也是孤独的，像这种结群之举更是不入流。哼，可我听说剑心冢也有世传剑阵。剑心冢千人剑阵，守护剑冢圣地，固若金汤，岂是你们这种花把式能抵的？我的情报中，你不是一个这般话多、这般喜欢挑衅的人。也许是跟着某个喜欢冷嘲热讽的人时间久了，也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性。我以前也是一个谦逊有礼的热血少年呢。你在拖延时间。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啊不，你们十几个人打我一个，我拖一下时间怎么了？啊？哼，没用的。除了我们无双城以外，想杀他的人太多了。你拖延了我们的时间，只不过是换了别人去杀他。至少我们无双城只是想留住他。有多少人想杀他，就有多少人想救他。至于你们无双城想要留他，你可知道，若是他听到你们这样说，会怎么回你们？如何回我？呸！真想再喝一次师父娘的酒，心里总是有些不安。这帮家伙，还等大师兄吗？天启等了。
如城，枪！枪！枪！息怒啊！暗河不是派出了最精锐的杀手吗？洛成军不是说有3000铁骑吗？拦不住一个萧楚河。蓝月侯和叶子营已经全部出动，若是再战下去，咱们的身份就暴露了。殿下莫急，他入了天启城，咱们有更多的机会杀了他。机会。王需要的不是机会，而是结果。大师父，他已入城了。重儿，你的心太软了。他虽然已经回到天启，不过如今的天启已经和当年不同了。我期待与他一战，公平的一战。萧瑟，你这宅子也太豪华了吧！这块地皮可以买下一座城池了，不不不，两座。夸张了，区区一个小宅子吧。哎，萧瑟，为什么你的王府都要叫雪落山庄啊？门前观雪落，门后看镜湖。我有一座山庄，名叫雪落，极尽风雅，这样多好听。况且这不是我的王府，我不喜欢住在王府。比较喜欢这儿。公子，公子，你可算回来了。这几年在外面受苦了吧？不苦，倒是徐伯受苦了吧？胡说，这天气城谁敢欺负我们呢？也是，天气城谁敢欺负我们？啊，很快。整个京城都会知道，城里来了一位公子，面目俊秀，美如玉，气度非凡，若王孙。又是出墙扶弱，又是赈灾济贫，简直就是神仙转世嘛！哼，算怎么样了？我们在青州白家的那家叫洛泽坊的典当铺子啊，已经没了。梁掌柜，嗯，我是不是很败家？你这个败家呀，嗯，败得稍显逊色点儿。别说跟你的父亲比，就连你那个风流的哥哥你都比不上。当年你哥哥在花楼里潇洒一晚，就能省出两间铺子。嗯，不过大公子呢，是令家族蒙羞。而三公子此行呢，定能让家主赞不绝口啊！对对对对，看来我还得加把劲儿办，要不然这家主之位早晚还得是我的。这，殿下，快了。雷兄，叶姑娘，沐春风。天启城重逢，可还惊喜？这何止是惊喜，简直是惊吓呀！春风兄，怎没听萧瑟说你要来？啊，我呀，一听到萧瑟回到天启，我就想肯定能帮上什么忙。于是很快啊，我就一马当先，策马扬鞭，马不停蹄的就赶来了。怎么样，够不够义气？哎，那这么说，你大哥的病都好了，好的差不多了？那就好，那也不枉大师兄吧。把他们的捕蛇神药给你们了。今日大宴，不想那些难过的事情。来日方长，有些债，他们总归是要还的。嗯，明白。萧瑟在上面等你呢，赶紧进去吧。
青州云间城穆家三公子穆春风前来赴宴。萧公子，我们又见面了。穆春风，你怎么先跟他打招呼？明明是我们两个先认识的。哎，今日毕竟是萧公子宴请，自然要先跟主人家打招呼了。你也好呀，司空姑娘。话说，你怎么来了？那自然是我在离开秋水鱼城的时候，给他们留了手书，说是到时候在天启相聚。啊，对，多谢穆公子了。不必谢我，你知道的，我们穆家三种生意不做。哪三种生意啊？害人的生意不做，亏本的生意不做，以及太小的生意不做。你这生意够大，我愿意做，而且我家老头子没说不让做。看来你家大哥的病还没治好。胡说，纯粹是胡说啊！你们穆家不是北里首富吗？怎么还空着手来的？金钱这种世俗之物，六皇子还会缺吗？我自然是带来了更好的礼物。来，里面请。请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很傻吧？是啊，用尽了所有人情，请来了北离国师，国之脊梁，制造了这么大一场盛宴，最后却把它变成了一场葬礼。这是一场很好的谈判机会，可以利用这三个人的到来，跟这些权贵们挨个细聊，说不定就能让白王和赤王所经营的这一切在一瞬间就遭到重创。说得对，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你要是这么做的话，那就是另一个白王和赤王，但你是萧楚河呀。在你的心里，此时此刻让整个天启城的人跟我们一起祭奠大师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个人就快按捺不住了，只有这样才能把黑夜里的影子揪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师兄安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他不是病了吗？他不是快死了吗？为什么他还会来？殿下莫冲动，小心隔墙有耳。龙血传信给那个人，我要见他。殿下，这次是藏民安排不当，还请殿下责罚。这不是你的错，他本来就是天启城的天之骄子，他的宴席本来就可以这样。只是我们一直认为，他离开了这么久，他的荣光也一起消失了。圣上今日的出现，父皇是在告诉所有人，我虽然废过他，虽然他还不肯住进那王府，但他依然是父皇最疼爱的皇子。父皇对他的宠爱，是我跟老七这么多年都没法获得的。原本从宫中传回的消息是圣上一直昏迷不醒的状态，却没想到已经能出宫了。看来那位神医真的是医术高明。那么殿下的眼睛是否也可以请这位神医来看一看呢？我听说他似乎与六弟的关系很好，恐怕藏民觉得这只是医者与病患的关系，这小神医满脑袋想的都是看病治病。
我们可以让殿下的二师父长策剑大人帮忙去请。是，是可以请二师父帮帮忙。好，殿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啊。是啊，这可能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问了蓝月侯，他说让我来问问你。他让你去医谁啊？他说是一个瞎子，小时候吃了别人拿来的一块糕点，后来就看不到了。如今过去20年了，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治。能治吗？若是刚瞎没多久，我行针逼出毒就行了。但瞎了20年，或许得换一双眼睛才行。啊？不，神医，你在开玩笑吧？你换一双眼睛啊？嘘。你就说医还是不医？你才是医者，救人治病本就是你的本分。况且这个人很有钱，不会付不起你的药钱，所以可以治。萧瑟。但是你到时候记得说，是我让你去的。嗯。长得是不错，可惜脑子不好。夜探雪落山庄，居然还穿一身白衣来。朱雀。你曼和自己喜欢取代号，也喜欢叫别人的代号。白虎。白虎，这名字听起来也不……等等，你是白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天洛，住手。你为什么不叫他先住手？那积雪，你住手。你是在命令我吗？你们两个幼稚不幼稚？不是像雷无杰那样的傻小子，就是像这样冲动的姑娘。萧楚河，你身边就没有一个正常一点的守护吗？放着好好的大门不进，偏要鬼鬼祟祟的，这么怪事。从大门进来，你知道现在天启城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扇门吗？误会解除就好，想必这就是姬若风堂主的爱女了吧？总算是有个聪明的。既然来客人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其形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你嘀咕什么呢？这位姑娘，在下神医华锦弟子沐春风，幸会幸会。我知道，原来我已经这么有名了。哎，可我还没认识姑娘呢。积雪，小生今年21，不知姑娘芳龄积雪，可有婚配？小生尚未婚。你也不打听打听别人是谁？千洛，他们俩很熟吗？我怎么觉得他跟萧瑟说话的时候很有亲近感？他们自小就认识，积雪的父亲是萧瑟的师父，是这个世界上同萧瑟最亲近的人，甚至胜过他和皇帝陛下，所以自然有些不一样。哦，不过他对你才是真的不一样。对我也不一样吗？春风，我们该走了。师傅，咱们再待会儿吧。穆公子，这位积雪姑娘真有如此漂亮吗？世间女子，我从未见过如此脱俗之人。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尘土？嗯，尘土。啊，走了走了走了。哎，师傅，咱们再待一会儿吧。萧瑟，哎，我都听说了，原来你让白小棠找的人就是无心啊，你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现在怎么样了？他在哪儿？无心，叶宗主。小声点儿，现在无心身份特殊，别这么大呼小叫的。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萧瑟，无心呐。我没收到他的消息。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他说入宫之后便会来找我，可一直没来。景仙公公那边传消息过来了，说吴昕进入了景泰宫后行踪就消失了，他并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会合出宫。他被发现了？但景仙公公说昨日宫中很平静，并没有说哪里发现了刺客，所以说吴昕应该并没有被发现，他很有可能还在景泰宫中。果然如此。他还是想把宣妃娘娘带出宫，再寻找一个最佳良机。可是这样太危险了。不过吴昕没有被发现，所以至少他是安全的。我已经拜托景仙公公，若有消息会第一时间传给我们。那就好。对了，方才穆公子传来消息，华锦已经答应了白王的请求，午后给陛下问诊结束之后就会前往白王府。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你们都在啊。你们要去为白王治疗眼睛，但是去之前有一个情报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便是这个江湖风波镜，金榜论武名。这就是金榜啊。上一次金榜更换在海上没有遇到，这一次金榜更换终于能够亲眼见到了。但你们要做好准备，一旦打开金榜，这个消息便会传遍江湖。现在你们还有权利选择封榜，而我给你们最大的帮助也是选择。我从来不怕选择。所以你是想知道现在的你到达了什么位置？那就劳烦堂主为我们亲自揭榜。如君所愿，那便请各位颁榜吧。哎，金榜第一榜百兵榜，第一榜从未有过变化。六大剑仙，雷剑仙雷轰，十剑差雷，雷轰师傅他也成了剑仙了。无双剑仙无双，持剑无双剑侠。哇，这小子也成了剑仙，真厉害啊。你心还真大呀，人家比你走快那么多，你非但不着急还挺高兴。剑客相争有不错的对手本是人间幸事，他快我一步我快步追上便是。刀仙榜依旧被男爵占领，九仙百里东君退市清榜，这有必要公布于世吗？暂隐于世说明随时便可出，这算是一种威胁，如若不这么写，江湖上便会传出他已死的消息，这对雪月城的地位会非常的不利。哎，萧瑟，你这梁月榜还有第八名雪月城弟子谢延树，第七名温家温良，第六名唐门弟子唐泽，第五名雪月弟子司空千落。哎，师姐不错啊。第四名望城山弟子李凡松，这家伙进步也挺快啊。第三名许月城弟子雷家宝剑仙种弟子雷无杰，我的名号可真长，霸不霸气啊？厉不厉害？我第三名呢。我后悔把他排进梁玉榜了吗？白小棠要不要考虑排一个白痴榜，让这家伙当个首奖？少年心性，当再生一名才是。我也是这么觉得。不如这样吧，今天我们不打架，我们打个赌。我赌二哥的眼睛今天能治好，小神医也会安然无恙。好啊，你想赌什么？就赌这天启城。这赌局还未有这么大，区区一双萧虫的眼睛配不上这天启城。天启城的赌局还在后头，不妨我先要个彩头，若是我赢了，你的那座雪落山庄就是我的了。你从小就想跟我抢，区区一个宅邸而已，到现在还放不下。当年我也说过，终有一天我会抢回来所有的一切。那倘若是我赢了呢？你提。若是我赢了，
把我朋友的消息给我。六哥，你还是这么的聪明。我再问你，赌还是不赌？好，我奉陪。玩意儿啊，既不知道疼痛又不知道疲倦的，我是打不动了，他们还一次比一次更强。你该庆幸苏家家主选择了停手，要不然咱们已经败了。苏成河，他究竟对这些暗河弟子做了什么？行了，这闹鬼了吗？这是今晚这是在跟鬼打架啊？家主，救我！算一算时辰，小神医已经要完成他该完成的事情了。按叶压所说，这些不完美的药人杀手只能坚持一炷香的时间了。看来今晚注定还需要发生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才行。去吧，结束白王府内的这场好戏。这人的身形怎么看着这么像无邪？差点被这几个籍籍无名的杀手给解决了，说出去还真丢人呢。你是我。师父，快走。杀死锦玉的，在我们四人之中。哎，哎哎哎哎，嘘，这话可不当说啊！我不是卓清大剑的弟子，更不会什么虚怀功了。哎，不信，你们可以试试我。可是你的师父并没有死，他是卓清的师弟，这么些年来，也应该悟出了什么吧？哈哈，哈哈。哈，张相剑，你这是诛心之论呐、啊！那要照你这么说，全天下的人都有嫌疑了。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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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住口！我的好朋友死了，我诛什么都不为过。锦仙，纵使太过悲伤，也不该说这样的话。是锦仙冒失了，但是锦仙的话并不收回。你说什么？殿下到。白王殿下，
师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想象你的模样。我想象过，你是身居某座山上的隐士，是写尽千帆的天才书生。可没想到，你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一样。二师父，其实你并不有趣。可如果这个世上少了你这样的人，该是多无趣啊！大王殿下，还请节哀啊。我曾经问过你，为什么选择我？为什么选择我这个偏偏瞎了眼的皇子？而你却告诉我，你选择我，并不是希望我登基，享受荣华，而是因为你觉得值得。我知道二师父为何而死，这个皇位我可以不要，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二哥真是这么说的？哼，可笑！我当初就告诉过你，白王一向谨慎，这局势未定，不会轻易出手。此子只可搁置，不要妄动。你是在责怪我吗？大剑。殿下，你就不后悔吗？本王想登天，登天本就没有平坦的路。既然选择了，就不要为任何一个行动后悔。大剑还是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走吧。我早就帮你想好了，殿下，你还是适合在幕后运筹帷幄，所以，我帮你找了一个打头阵的人。哦，是谁？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是他吗？他竟然还活着！算算时辰，此时此刻，这天启城的大战应该已经打响了吧？是啊，也不知道我那疯了的侄子现在怎么样了。想必在殿前被千夫所指，被痛骂叛国，很多人恨不得把他的肉咬下来给生吞吃了吧？哎，往好点想呢，说不定他和萧凌晨兄弟已经相认，帮琅琊王报了仇，说不定现在正在共享皇位呢。看来侯爷还是不够相信我们呀。我还记着，只是没想到我们最后依托的竟然是一个废物。废物？当年你们为了一己私利，利用我父帅的军威和民心，将他强行推上皇位，以至于君臣不和，朝野震乱。我父帅为了大义最后身死，难道你们最后还想让我助你们故技重施？卷轴上本就写着琅琊王的名字，他就应该是皇帝。真是笑话，听说过有人想当皇帝的，没听说过有人一定要当皇帝的。我父帅不喜欢那个位子，他不做，你能如何？我也不做，你又能如何？
几位，不要再说了，不要一错再错。我的剑术确实不如你，如果不是师父，我五岁那年已经死了。我只想为他做一些事情，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杀死锦羽的不是我，也不是锦言，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几位，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禀将军，前方有军队。军队？是程奎的下军前来会合了吧？以他的速度，应该要慢一些来才是。不是下军，是守卫天启城的王离天君。王离天君，戒备！将军小心！真的是王离天君。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想必程叔叔应该很疑惑吧？为什么我爹在攻打着天启城，我却带着王离天君出现在这里，阻拦着上军和下军？唉，有时候侍奉的人太厉害，我这谋士也显得有些多余了。我原本还有几分担忧，但是看到他们畏畏缩缩的样子，现在多了几分自信。看来萧瑟真的下对了那部扭转局面的棋啊。昔日北离八柱国之柱国大将军，琅琊军行义军侯，雷梦沙之子雷无邪，请全军退避。但如今半个天启城的人都在盯着我们，我们的敌人比以前多了许多。对这只手书感兴趣的可不止我们一家，相信萧雨那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的。我们的敌人，自然也就是他们的敌人。殿下，我们已经喝了一个时辰的茶了。锦仙公公是要赶客呀？锦仙不敢。只是觉得殿下有更重要的事，查案比较重要。若我想找的人就在此处呢？朝廷重犯藏匿宫中，殿下的玩笑也过于大胆了些吧？可往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殿下不信的话可以搜搜看。不必了，若长相剑能见到他的话，请告诉他，若想不死，我是他最好的选择。恭送殿下。几位就是传说中白小棠掌管天下机密的六大铁面官，真是有幸啊，今天还能见到这么神秘的人物。莫多言。他
城主你都见了，不必在乎铁面官。你手上那一纸联名，是目前天下最重要的情报。抬个价吧。让卖家出价，未免太狡猾。我想要知道你们的筹码。白小棠向来价格公道，从来都会给最值当的价格。我来求帮我这个师弟很容易，一条命能给吗？白王殿下已经得到了明德帝的手谕，亲率大理寺查办此案。今日早些时候他们去了红清殿，大剑锦轩也曾去过那里。天启城大小官员共37名，均已派出死士寻找锦言的下落。以目前的形势，若此刻想出城，白小棠倾巢而出，也只能有70%的把握保他不死。70%不够。白小棠能做到的只有70%。白小棠给到70%，那是否有一方能给到90%？我是不是能够选其他人？锦仙公公的意思是，要开我们白小棠三言堂会。是。你们再去找2个人，加上你们白小棠。大家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桌面上，谈一谈。三言堂会，来人不问，去人不顾，我们同意。但除了那一只手书以外的全部情报，锦言需无偿告诉我。我如果不能，路在那里，你现在就可以走出去。我们白小棠什么都不会做，但不过一炷香的时间，你将会是整个天启城的猎物。陛下，您不要想这种问题，您只要相信我就好了。姑自然相信你，只是姑想拜托你一件事。什么事啊？用你的医术让姑再多活几天吧。圣上。啊，姑说这个话是有原因的。天启的乱局还没有结束，姑若现在走了，天启也必然要大乱。姑若在，楚河他们就有主心骨。姑老了，能帮上3个儿子的忙是越来越少了。现在也就只剩下能多活几天了。花锦定当尽力。圣上只罚了锦轩禁闭。不错，不过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锦轩说到底也只是个太监，在朝中能掀起什么样的波澜？他能参与党争，父皇又怎会半点不知？不过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平心殿外有80禁军日夜把守，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赤王的这条臂膀已经是断了。那我们下一步，我要夺回无心。这一次，他们都已经是成熟的作品了吧？一个是用至亲之血制成，一个是用至情之血制成的。好，我到时候想问一下萧楚河，死在自己最好的兄弟手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师父如何？是我没用，看来药王谷的招牌要砸在我手里了。嗨，师父，
咱们换个角度想啊，上回萧瑟跟咱们说给圣上下毒的是夜鸦，这夜鸦曾经也是咱们药王谷的人，所以这么看的话，咱们的招牌其实也不算砸了，不算砸了。所以你的意思是只有我的招牌砸了？师傅，我不是这意思。自从上次发现灯油有问题之后，就每日检查一次灯油。咱们每解决一次他下毒的手段，他就又会想出一个下毒的方法。看来必须得杀了这个下毒的人。天气城的风雨何时才能真正的停止？这里面的药真的能解开无心身上的药人之术吗？我师父虽然看过这药呢，也是按照书中记载的法子炼制的，但是究竟有没有效还真不好说。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这诡异夜鸦又在哪儿呢？无心又被关在何处呢？你跟我去找个人。谁啊？要叫上千洛师姐和若依姑娘吗？不用他们去，就你我。嗯，我差一点就成功了，别说了，我好像很没用一样。你知道你差的那一点在哪儿吗？在哪儿？那一点在我，你只派白小棠去拦截赤王，那怎么够？所以你才会比预料的早那么多。如果你当时派我去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赶回来吗？看，答不上来了吧？若依姐姐，你来评评理。雷无邪呢？啊，我帮你去找他。若，你说。看看你，每次都要把人吓跑。坐下来吧。我昨晚想了一下，终于是想明白了。其实你是因为害怕我遇到危险才不让我去的吧？对，你因为我陷入了太多次险境。天启城这边的事马上就会结束，你到时候也可以放心回到雪月城了。但你也看到了，要不是我，你们早就遇到危险了。而且你要是再不喊上我，我可就真的生气了。我生气你懂的，那你们到时候可就更危险。萧瑟，嗯，其实不回雪月城也没关系的，只要能与你待在同一个地方，是哪儿都无所谓的。萧瑟，听到没？听到了。什么？大家长死了？昨日在赤王府附近，苏家家主苏慕雨、雷无杰、望城山的李凡松、飞轩以及雪月城的天女蕊联手伏击了大家长。大家长被暴雨梨花针所伤，死在了苏慕雨的手下。废物，都是废物！殿下息怒。暗河的其他人呢？城中暗河其他势力都已退却，只留下了几个被制成药人，藏在了密室当中，未被唤醒。该死的！你去传两封信，一封给男爵，萧楚何敢放出男爵使者入天启的假消息，说明他已经知道武豪玉那边有联系了。既然如此，那形势便只能快了，让男爵在那个最好的时间动手吧。只是，什么是最好的时间呢？当义父入城的那一日，便是最好的时间。所以第二方传到木梁城。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到底所为何事？我们收到老堂主的来信。阿爹，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定是气宇不凡之人。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誉，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我自有我的理由。可今天这个人，你杀不了。二哥，带无双走。多谢。我应该谢谢你们。走吧。你就是萧楚河。我听说三日之后，你要带走一人，并且再杀一人。你要杀的人可是我的。正是你。但不应当是今日。我给了三日时间问见天启，你拿的是棍，没有资格参战。那我呢？心剑，你是李新月的后人。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剑心种心剑传人雷无杰前来问剑。你个傻子，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好。哎，等等。等什么？前辈已经接连战了两场，并且两位对手实力都不凡。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我无妨。别说了，前辈有心让我，但我却不能接受。我辈剑士人人心诚，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那么三日之后，等前辈休息好了，我们再来此地问剑。我前辈，告辞，三日后见。走走走走，快点！快来！雷无杰，你疯了？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雷兄啊，你看上去单纯懵懂，其实还是挺聪明的。怎么说？刚经历了两场精彩对决，郭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可当气势正旺，郭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雷无杰却冲了出来，一顿插科打诨，还立下了三日之约，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郭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还是叶姑娘懂我。那三日之后怎么办？雷无杰，你又该怎么办？今天上场的这三个人我一个都打不过，尤其是那个孤剑仙陆青阳，差距很大。你还知道？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这是在示威啊。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他都会上门。与其让他主动找茬，还不如我们先挑战，至少这样还能什么还能出个名吧。你可真是个妙人啊！啊，无妨，没什么大碍，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多谢先生。谢谢先生。小无双，小无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小气得很，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你是来求教的，废话少说，直接问。你是想问洛青阳的剑？哎，是的。我不服，我不服。
行俱全的，为何此刻如此动摇？如此少年，杀了确实可惜。我还没死。天下之心不如守天下之志，看来是我狭隘了。是什么东西？是有一剑划破长空。什么样的剑能有这样的威力？莫非是又来了一位剑仙？那是天斩剑，十大名剑之首。怎会如此？既然天选我，那我就应天。天斩！我愿坐这天地，剑生九霄，剑仙人逍遥。天笑花意，半宇宙留在风里。谁闻萧瑟声？倾城百种思念，一曲无心咒，雷霆鹰爪雪炼。何惧江湖险？神隐了，洛青阳要做那天，而萧瑟也真的斩了那天。萧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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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洛青阳神色不太对。已经没有力气再挥剑了，若是洛城主想无视伤势继续一战，至少有一半人会死，这样你想带的人就带不走了。现在轮到你做选择了，顾剑仙，洛青阳。这回
我可真的要走了。这么着急啊？你就不多住几天再走？天启城如今大势已定，赤王府已被查封，那诡异夜鸦也已经伏法，月姬我也治好了，你们稍后把他送去寒水寺与明侯重聚即可。这里没有我的事了，我当然可以走了。那你直接回天外天？我先把母亲送去木梁城，待她心情平复之后再回天外天处理一些琐事，等一切落定之后再来找你们。萧瑟，我们去那边等你。怎么不说话？我在想，就你这个样子，怎么做那域外宗门的大宗主？你在他们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吗？你想象不出我当大宗主的样子，我也想象不出你以后做皇帝的样子。不过说真的，你现在距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我想问问你，你真的想清楚了吗？说实话，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我给不出答案。教你个办法。什么办法？待到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你把门一关，在那个位置上坐一下，然后当下的想法便是你心中真正的想法。听起来有道理，我试试。走了。还与君重逢。萧瑟，我们和无心还会重逢吗？